入男生队还是女生队？我要加入男生队。什么？小贝琪琪，你是女生，应该加入女生队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奥特曼。哈哈，我加入男生队了。嘿嘿，我恢复了一个颜色。小雪，大家都喜欢奥特曼，才不会有人加入你的女生队。谁说的？我就要加入女生队。不行，大宝，你是男生，只能加入男生队。哼，我不要。大宝，你为什么要加入女生队呀？因为男生队的黑暗魔太坏了，总喜欢欺负我。现在开始检查作业。哎呀，我的作业忘记写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有了，我读。嘿，这下我的作业就写完了。可恶，大宝，你的作业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写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写作业了。还敢狡辩，你自己看看是不是空白的，罚你把昨天的作业写三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当然是我搞的鬼。大宝，多写你的作业了。黑暗魔王总喜欢夺走我的作业，害我被老师批评。我才不去他的男生队，我要加入小雪你的女生队。我也恢复一个颜色了。可恶，小雪，你不要得意，会有人加入我的男生队的。对，我要加入男生队。为什么？因为小雪，你欺负小狗还打他，是个大坏蛋，我才不要加入你的队伍。好疼，你不要再打我了。不行，你这个小狗往哪儿跑，给我站住。谁能来救救我？不是这样的，还想狡辩，大家都看见了。我没有欺负小狗，我只是在帮他换药。啊，小雪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小雪是在帮我，而我受伤都是因为黑暗魔王。哪来的流浪狗啊，脏死了，快让开。我的头好疼啊。有只小狗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什么？原来小雪是在帮助小狗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哼，坏蛋黑暗魔王，你欺负小狗，我才不要加入你的男生队，我要加入小雪的女生队。我马上就可以恢复所有的颜色了。可恶可恶，气死我了，都怪这个臭狗。可恶，我不要加入男生队了。黑暗魔王，你的奥特曼给你。为什么？小贝，你不能走。谁让你不仅欺负同学，还欺负小动物的？你这样的坏蛋，不会有人加入你的男生队的。小雪，我加入你的女生队。哼，就算你们都不加入我的男生队，我还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，要加入男生队的发送111，要加入女生队的发送222哦。大家只可以发送111，不许发送222。